在这里专心找英姑娘的草药，我去追踪小张的下落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原来张教主大智若愚，没我想的那么愚蠢吧？是你太小瞧我，有的是你看不透我的事情。我又不是你的手下，为什么要事事跟你交代？你。你别过来！你不知道这样很痛的吗？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哪怕深秋凉，周旋眉梢，还望冬夜后看花芬芳。我就是要你记得我。我也不会忘记。我也不会忘记。那怕深